已经在新建街发生汽机车切撞事故，机车驾驶涉飞倒在路中，脚甲手有多处的擦伤。交易市上急接的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，救护人员排除上只有两骨受伤的遗留了后，送往病院。该车来救人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大约50多岁男子倒伫路中等待救援。救护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，好在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伊脚手再次擦伤。救护员随即替进行伤口处置之后，并排除两骨受伤遗留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车上救护民众，驾驶任何交通工具经过路口，拢要减速慢行，随时注意内车，以免发生意外，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旺 TV 优惠强势登场，让您好事成双。数位电视、高速光纤宽频，同时拥有只要月付不到1000元，依需求可选择不同专案，还加送区域 WiFi 无线上网。您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拨打3205888，一起好事成双。